东莞市伊川精品机械有限公司。东莞市伊川精品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制开发、生产、销售各种自动化生产设备的高新技术生产企业，于2007年成立，现坐落在东莞市长安镇、毗邻深圳、广州的珠三角发展中心区。近10年的苦练，它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夯实了牢固的根基。发展至今，公司现拥有8000平米生产调试车间，分别有线束加工设备、汽车电子插针插片设备、电子元器件编带成型设备、异形插件机以及飞标设备定制等事业部，并且聚集了高素质的设计、营销及管理团队，配备一流国内外先进高精加工机械，为公司扩大市场份额、实现高品质、高需求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，公司也培养了一批专业的生产队伍，把最精良的产品奉献给消费者，为公司走向国际化提供了永恒的动力。质量是企业生存的基础，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。公司不断吸取国际先进的制造技术与经验，及时更新产品造型及版面设计，紧贴国际潮流。目前公司生产的产品有汽车电子 BCM 插针机、汽车线束保险盒插片机、汽车线束保险盒缝合机、电源端子插片机、节能灯驱动电路板高速插针机、 PCB 铆钉机、双头粘吸机、双头打端机、全自动打端粘吸插壳机、全自动卧式转立式成型编带包装机、全自动高速成型编带包装机、全自动高速成型剪角机、全自动元器件套角机以及全自动电感套管机等。产品符合国际质量标准，通过严格的质量测试，并具有精度高、稳定性好、使用方便、维护容易等特点，深得消费者的喜爱。设备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、家电、电源、3C、便捷智能、照明、电子元器件等行业。先后与法雷奥、上汽集团、天海集团、格力、美的、立德电子、冠德电子、金宝通、和而泰、雷士照明、佛山照明、爱华集团、韩国东阳、丰斌、飞鸿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。如今伊川机械的自动化设备已远销至北美、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。公司意识到，唯有在良好的人际交流沟通的工作氛围中，员工才能全身心投入于工作。因此公司努力为员工创造高质量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环境，将企业价值观与经营理念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员工，从而塑造出一支具有高度凝聚力和忠诚度的员工队伍，传承卓越，共创未来。伊川机械将继续以客户需求为关注点，不断研究创新，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计理念带给客户，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机械设备，为创建国际现代型企业、实现实业兴邦、振兴民族工业而再创辉煌明天。